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呃，我是管中祥，好久不见了。那又大概隔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又在好好的这个学校线上的平台再一次的出现，要来跟大家谈几本书哦。我们要延续，呃，上一次是比较聚焦在社会议题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这一期要谈的东西，可能就。 不是在这个很广泛的社会议题上面，而是一个相对之下会是一个比较焦点、焦距在呃有关于传媒的部分。那当然，传媒我们不会是只有谈一个呃非常像我们上次谈到的这个数据的假象，然后会谈一些新闻的一些部分。因为说实在的，对我来讲，传媒是一个非常非常广泛的一个现象，然后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这个议题哦。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的。<laughs> 这个主题就会分成大概呃会有四个部分哦。那我先来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期的课程当中大概会进行哪些的这个主题哦。那十二月七号也就是今天我们等一下就要跟大家谈一本书叫做呃平台资本主义哦。那与谈的人呢是呃已经在线上在这边，待会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台大新闻研究所的呃蔡慧茹老师。那 第二本会在两个礼拜之后，也是一样在礼拜三，哈，十二月二十一号，是你已登录 N 号房。那这本书其实在谈有关于数位暴力的，这数位暴力当然是比较对于所谓的性别暴力或者是性暴力的这一种。 讨论的面向，那我想这个议题在最近这几年，呃，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有网络以来，所谓的网络霸凌的问题，其实就非常值得大家关注。那但是其实在，在呃，在一两年前，在韩国也发生了这个让大家非常很多人非常非常愤怒的一件这种呃这个网络的数位性暴力的压迫的这个问题哦，那那一天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起讨论的是正大。 新闻系的这个方念轩老师哦，他也是长期关注数位人权，他也非常关心这个性别议题。那其实很早很早，在台湾网络刚刚开始没有多久，他其实也就开始投入在网络的相关研究当中。好，那这是十二月要跟大家分享跟讨论的这个主题。呃，再来就是我们在一月四号我们会来谈一本书，这本书跟前面那两本也不太一样。 这是作为独立记者啊，那我们知道在最近这几年，呃，台湾的媒体当然是被很多人批评，可是，在批评的同时，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呃，其实是在努力的、哦。那也许是独立媒体啊，那也许是公民记者，也许是这个非营利组织所经营的这个媒体。那当然也有一种类型，他可能我觉得更厉害、更让人家钦佩的是独立记者啊。所以，呃，像明天晚上公共电视就会播李慧仁他所最新。 做的这个纪录片，那他也是从主流媒体跳出来，成为一个独立记者，透过接案的方式，透过报道的方式来去持续的去，嗯，实践他自己在对媒体。 工作的一些理想，以及他自己的一些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那因为一位在台湾常常也会被提起的是这个呃朱淑娟。那朱淑娟她其实早期是联合报的记者，那后来也离开了联合报那成为自自己的一个独立记者。那朱淑娟专攻的领域其实，在环境议题上面，所以她其实在很多。 有关于土地破迁呐、啊、环境保育的这些呃主的、呃、抗争的现场，就会看到朱淑娟她一个人就在那边来进行报道。那这是在一月四号，所以那一本书是朱淑娟所写的。我们也会邀请朱淑娟来跟大家一起来谈这一本书。那另外再来就是一月十八号。 一月十八号这一本书呢，其实也是在一个非常广泛的传媒的这个领域。那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和谐社会》。 那不过后面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中国大数据监控下的美丽新世界”。那我想最近这几个礼拜啊，应该讲这两个礼拜啦，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疆的这个乌鲁木齐的这个大火，然后引发了呃，中国有、呃、不少的地方拿着这个白纸来进行所谓的白纸革命哦。对于中国的这种所谓的风控监控呢，其实会有一些非常大的这个呃非常大的不满，然后也一些。 呃，这些抗议的事件，那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国在。 这个所谓风控政策上面有稍微的这个放松哈，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还是透过他们的传媒或者是透过 Twitter 啊一个一个账号，就是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这个 Twitter 的账号在发布这些讯息，然后也透过这个账号呢把这个讯息到中国的内部或者是在海外哈这个其他国家的人都会看到，一起来关注这一件事情。那可是现实上面虽然这看起来有一个小小的破口，但是其实中国的这种呃。 天眼，或是中国的绿坝，或是中国的整体的这个数位监控的技术，还是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呃，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新闻说，呃，这些白纸革命参与白纸革命的一些部分的人呢，他其实也被呃消失了，暂时消失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大家也都在关心哦。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一系列会从这个。 传媒的主题，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资讯社会中的暴力与突围”，来跟大家做相关的讨论。好，那这个大概就会是我们的主题的内容。当然，我们这些讨论之后呢，也会陆陆续续的放在我的 podcast 节目，也是一个网络的节目《灿烂时光会客室》来进行这个呃。 后后续我们会再做一些后置，然后让更多的朋友可以长期的来听这些节目。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今天进行我们的第一场的这个呃资讯社会中暴力与突围的这本书的座谈哦，然后要谈的这本书叫做《平台资本主义》。那在线上已经久候非常久的蔡慧茹老师要来跟我们来谈这本书哦。蔡慧茹老师你好，你好，关老师好，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 嗯，其实我为什么会去请蔡慧茹老师来谈这一本《平台资本主义》哦？那一部分当然是我们认识很久了哈。那一部分当然我也知道，他其实最近这呃应该讲说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心有关资讯社会或者是这种。 呃，网络权利或者是一些政治经济控制这种新的平台、数位平台的这些研究也做了不少。那同时，他也是这个呃这一本《平台资本主义》的推荐人，他在当中也写了一篇的序。所以，当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想到就是，哎、欸，我们就邀请惠如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一本书的这个相关的讨论啊。好，那惠老师，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以减缓你自己紧张的情绪？ Oh. 好，谢谢谢谢关老师，因为刚刚关老师说的,的确没错，我很早就上线，然后很怕呃这个直播的现场会有什么状况，但是因为我也认识关老师非常久了，所以没有那么紧张，因为想说，哎，嗯、无论怎么样的球，呃，关老师都接得到，应该是。杀回去之类的，<laughs> 杀回去就有点糟糕了。Oh. 对，那呃，谢谢关老师的邀请，我是慧茹，然后现在目前任教于。 呃，台湾大学的新闻研究所，那的确也如关老师所说，近年来我的确也比较关心有关于平台相关的议题的发展。那也因为呃写了这本书的序推荐，所以也看到了一些有关于平台，特别是呃这这这本书非常的困难，看起来叫做平台资本主义，嗯、到底平台跟的一个题目、啊，嗯、非常硬的题目。但是其实这本书蛮轻薄短小的啦，嗯、就是它其实某个程度上很。 很很简略的。 带领我们回去到呃，这个实际上资本主义跟平台之间有什么关系，以及平台到底怎么影响我们这件事情。嗯、所以它其实也跟我最近所关关注的平台发展的状况啊，然后前阵子也在做跟 Netflix 有关的研究，所以它或多或少都连接到了哦、嗯呃，好像平台无所不在，但是实际上我们怎么使用平台，跟我们怎么被平台使用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有趣的。嗯，看起来下次我要再谈 Netflix 相关的商商战。<laughs> 的这些书的时候，他当然就要找了会如，或是在谈这个他们怎么去产制这些呃这些很好看的影视产品。大家会如当然也要请来多多帮忙哦。好，那呃，我要先跟我们的我们的同学们、我们的都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我们会先进行大概四十五分钟的对谈，然后最后大概会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来开放 Q&A 来跟大家做讨论。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很欢迎你随时来进行提问哦。也许。 我们也可以在中间就把你的问题就把它带进来到我们讨论当中。好，那一开始我就想先 <coughs> 请教这个慧茹老师哦，可不可以请你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哦，以及他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呢？好。 呃，其实这本书的作者他呃尼克席奈呃斯奈席克呃，他其实原本就在做跟平台有关的一些研究，然后特别是他从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数位经济是怎么发展的，然后平台是怎么发展的，所以呃这本书有点像是他在呃博士生时期所写的一本书，大概两三年前。嗯、那看起来你会觉得说，哎，这本书怎么已经已经过两三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来讨论它呢？ 其实蛮有意思的是，它回顾了某一个呃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以及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看看到说，哎、欸，为什么平台是长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可能觉得很理所当然，哎、欸，平台就是这样啊，Google 就是这样子用啊，呃，这些社群平台理当这样子用啊，呃 u b e r 很方便啊，好像应该就是这样子。嗯、但实际上，如果回到了那个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那个历程，它很清楚的描绘说，哎、欸，平台这个。 网络空间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像西部蛮荒，大家互相抢夺资源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怎么变成现在有点像是在封建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嗯、那呃，嗯、另外呃，这位呃这这位作者，他目前也在英国的国王学院。 呃，数位人文学系任教，嗯、那他现在也正在进行一些有关于 AI 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嗯、所以这蛮有意思的。嗯、因为我们现在,在看 AI，可能都看到它的商机啊，或看到各式各样应用的层面，但是现在也越来越多学者在看，特别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说，哎、欸，它背后的那个政治经济结构会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应该怎么使用它，或是现在这样的使用状况有什么问题？ 嗯，这本书其实应该是在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七年的时候就出版，那到现在其实都还可以看得到它的很多的这种讨论或者是预测，其实都还蛮蛮精确的。到现在它的解释力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丰富。那当然，在二零二二年的时候，香港的首名出版社才出了这一本繁体中文版哦。那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其实。 呃，应该是唐山他会进进这一本书哦、啊、就是我跟首明那边联络，可是因为呃传奇的关系，所以可能有些朋友还没有拿到这本书，或者是你可能得要直接跟这个香港首明出版社来进行联系，大家就可以买得到呃这一本书的内容。好，这大概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说这本书的作者的介绍。但是我接下来想要请教我们的慧如老师，就是嗯。 这一本书叫做《平台资本主义》哦，那什么是平台啊？那平台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它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呢？嗯，好，我觉得，嗯、呃，我觉得如果我们单讲平台或平台资本主义，好像离我们非常遥远。但是大家不妨想想看，我们现在就在一个。 呃，视讯的平台上面，<laughs> 对，我们在一个平台上面享受这个便利，<laughs> 嗯、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线上进行一些讨论、读书会。那另外，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就是说，我们一定或多或少都有手机。大概根据统计指出，在台湾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有手机，并且使用各式各样的通讯软体也好，社群媒体软体也好。那你会发现说，嗯、你离不开平台这件事情。你无论睡觉或者是醒着。 都跟这个手机上面连通的各式各样的平台有关。呃，你你用你用手机上面的社群媒体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同事沟通，上面有有 Gmail，你可以呃联络工作上的事情。你甚至用手机像，像呃。 常常看到有同学们可以直接用手机写写作业，嗯、然后就就交了，他甚至不用用电脑。那你用我蛮羡慕这些同学的、欸，很厉害，非常厉害，超厉害的，超可怕。现在很多记者也都是用手机，然后就直接在现场就发稿了，超强，的。 真的，嗯、这个我这个是我必须还要再学会的技能，就很快啪啪啪啪啪，嗯、然后一个一千一千字的读书心得报告就这样子打完了。所以你会发现说，<强>对你一台手机，<laughs> 然后连着各式各样的功能，那这些都是某一种平台的特质，它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嗯、但是你你大概也可以感受到，无无论是在一种物理的空间上面，或者是心理的状态，又或者是你的时间，你的时间空间。 跟心理的感受，它好像无时无刻都跟平台连接在一起，甚至是透过平台跟管老师沟通、跟你的爱人沟通等等等等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平台好像中介了我们日常生活所有的，无论是你的购物决策也好，呃，无论是你的投票决策，因为你可能透过平台、社群媒体平台在看各式各样的新闻，或者是你手机你根本不离身了。 你你如果忘记带手机的话，你今天一整天会心神不宁的，所以你一定会再跑回去拿这个手机的。嗯、所以平台的各式各样的定位系统确定了你在哪里，那又或者是你的身心状态，嗯、你会因为呃各式各样的讯息，然后中断你各式各样的思绪。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更多在讨论平台的议题在談，在谈嗯注意力经济。 然后再弹，嗯、你永远没办法专心超过三秒。你听 Spotify，如果前面两秒不是符合你的旋律，你马上就把换了一首歌。所以会会不会下一秒我们的我们的同学就消失了？我们那种千万不要消失，赶 <laughs> 快回来。对对，所以是一直在这种好像呃看起来很进步，但是就是某个程度上好像非常紧张的一种状态当中。嗯、我觉得嗯。嗯 嗯，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们整个的生活是被这个平台给绑住。那当然，它带带来很多的方便啦、啊。例如说，我现在交出也都是，也是用平台嘛，或者是我跟你在联系，我也不需要打电话，或者是我根本不需要见见到你的面，我只要写 email 给你，或是用 message 给你，或者是透过 line 给你。那它的确是一个对我们生活来讲是非常非常方便，因为。 我我想，大概已经很难有人，特别是一些更年轻的世代，他们出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数位元素，他很难去这种完全的脱离这种所谓的呃数数位平台的这种使用哦。那不过这种所谓数位平台的发展，其实大概一般来讲，我会觉得会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就是所谓的网络科技的发达嘛，或者所谓数位科技的发展发展。 那另外因素可能是民众的需求，就是我们有这个需求，所以这个技术呢，它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做一种设计哦，让这个设计让我们在使用上面它可能会更便利哦。那。 这个是一种所谓的技术发展，或者是这一种所谓的科技的呃呃民众的需求，那跟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呢？那或者是说，即使跟资本主义有关系，好了，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个就是一个大资本嘛。我们今天要付钱是一个资本的关系，是一个消费的关系，或者是你要去建这些网络的平台，你要去做各种的研发，甚至包括相关的晶圆这些呃这些高科技的技术，它都是资本啊。所以为什么要特别把资本主义拉出来谈？那感觉也是一个。 很纯粹的尝试啊，那这个跟资本主义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好，我我觉得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作者很明确的把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个历程跟为什么平台长成现在这个样子有一个很清楚的描绘。嗯、那他当然他讲的非非常的长了，从呃这个资本主义从七零年代到九零年代，或是到二零零八年的各式各样的那个危机当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的是，资本主义它其实就是。 要能够不断的盈利嘛？那但是在那個盈利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呃，资本家怎么样去缩减那个成本？那缩减那个成本的方式，科技或者是技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之一。那但是在那个缩减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呃，无论是劳动力也好啊，或者是说对于工人的需求也好啊，等等等等的，它其实都会越来越缩限。嗯、呃，我们作为一个 工作者也好，或者是工人，嗯、呃，在这个这我我知道怎么讲的，就是呃，你大概可以感受到说，这样子这样子使用这样子使用科技的方式，某个程度上是削弱了某一种呃人或者是工人的某一种权利。那我觉得我觉得有一点有意思的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财阀家的小儿子》，总之这是一个韩剧，它里面就是提到一个呃，正要发展呃三元。 呃，那个叫做什么三 C 产品？那叫做金源嘛？金源金源产品的一个一个财阀，他在想说，他有一句台词让我印象很深。他的他的意思是说，呃，当他发现，呃，他他是做一般的那个呃，可能类像或制造业的制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他发现说，当工人会起身起来抗抗议，为了为了他的权利或者是为了他工资在抗议的时候，他就想说制造业这一件事情。 这个产业已经我已经没办法继续做下去了，因为你没办法控制工人，嗯、以至于他想要去发展科技的产业，嗯、要用技术来取代工人这一件事情。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呃，你越往越往那个方向迈进的话，你大概可以看到，其实它是一脉相承的。从呃从一开始的那个福福特主义大量生产，到你发现说大量生产这件事情会浪费你太多成本，嗯、所以在七零年代经济危机的时候，变成日本。 丰田模式，呃，你要克制化的，你要最少，呃，能够能够不要多余的浪费功能，呃，工人或者是要维持最少产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生产。那甚至是你会发现说，在那一个。 不断的希望能够产生最大利润的那个过程当中，从八零年代、七零年代、八零代到现在，工会怎么被打压的那个过程，它其实都影响到了我们怎么去思考，呃，科技怎么发展、怎么使用的这件事情上面。嗯嗯，你你的意思是说，资本主义发展到某种阶段里面，它会面临到一些危机？ 那这个危机会让它产生一种转型，或是找到新的利取、新的利基。所以刚刚你谈到所谓的福特主义是找到这个转到所谓的呃丰田模式，或是过去因为大量生产之后，我们开始出现的这一种弹性生产、弹性劳动的方式。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数位经济，或是这种所谓的电脑的产业，也是跟这个脉络是有关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呃，对，其实是的，没错，而且我们会看到说，嗯、特别是以西方国家为例，好了，你会大概可以看到说从，从呃八零年代、九零年代所有的制造业外逃，以至于呃所谓真正在生产的人，他生产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真的产品，也就是物质，嗯、<哼>他可能呃，我们如果以英国为例，好了。 大概可以想见，他在九零年代所提出来的某一种，呃，创意产业或者是知识经济、数位经济这样的概念，嗯、他某个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呃批判的角度来看的话，呃，怎么诠释这样的状况呢？他其实是要掩饰某一种制造业外逃，但是当大家都开始要进入到大学，并且拥有比较高学历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解决没有制造业工作这件事情？所以。 呃，新的工作被产生了，也就是所谓某一种知识经济这样的概念。嗯、你要做文化创意的内容，嗯、你要做呃创新的产业，特别是像这样子新科技的概念这样的东西，它变成是一个新的流行的术语，也是非常戏骨式的说法。怎么样做创新？那也会看到说九零年代的那种打抗热，就是、嗯、呃那种。 呃，数位的泡沫经济，大家都一窝蜂的往那些、往那边迈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其实跟现在平台某个程度上是息息相关，特别是。 当我们以为，我觉得这本书最有意思的是，它等一下会讲到，就是说它其实把平台分成了不同的类型，嗯，特别有几种类，<对>我们一直以为说，哇，平台一定就是高科技啊，就是一个怎么样创新的什么？嗯、当然，我们我们必须说，呃，Google 也好，或是 Facebook 也好，当然有某种创新的科技，但是他提出了某一种精益平台这样的概念，它其实就有点像是传统的。 临时工市场，也就是说，所有的所有的成本都外包，最好工人也外包，呃，教育成本也外包，然后呢，所有的东西都降到最低，你所拥有的就是掌控平台的这个技术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说，说、嗯、我如果是一个呃出租。 出租出租车公司或者是计程车公司，嗯，像是 Uber，我、哦、们我们这样子直接点名可以吗？哦，没,沒关系，因为它这里面有提到 Uber，Uber <laughs> 或者是 Airbnb，、嗯、他其实根本没有拥有任何房产啊，他也没有拥有任何的计程车或者是计程车司机，但是。嗯 他就是透过这种我不用，我完全不用负责任的这样的方式，然后让、嗯、让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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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可以增长。这件事情其实，呃，对于对于对于作者来说，他说这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新的平台科技，他只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嗯、并且非常古老的方式，也就是那种临时工市场的方式。你不是为我们工作，我们是一起工作，把你当成是一个承包商。呃，嗯、对对对对对，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他就。 呃，把所有的应该要负的社会责任，包括说他的退休金啊、他的保险啊等等等等的，嗯、都转嫁给整个社会。嗯、那我等一下或许晚一点可以讲 Airbnb 跟 Uber 的两个例子，它很明确的展现出，在现在目前有一些国家的确看到这样的问题，然后并且试图要解决。 这看起来好像哇，是一个共享经济，但是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有更多的问题在后面。嗯嗯，所以其实资本主义蛮灵活的啦，好，就是它其实本来就要生存嘛。那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是也要它自己的生存。所以，例如说你刚刚谈到呃，我们举个例子好，就是好，大家越来越重视劳动权益，然后越来越重视劳基法，然后基本工资要上上要上加，那同时也要这个，因为劳基法就会规定你要去劳退对嘛哈，你要去提拨这个相关的劳退基金，你。 你要有保劳保，你要相关的鉴保，那这其实对很多的老板，对这些资本家的这种所谓的系统来讲，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所以，那这个这个如果这样子搞下去的话，可能会会没有钱赚，它的利润就很低。那就干脆我们就变成是一种派遣的方式，变成是一种承揽的方式，我们就变成是一种灵活的这种所谓的合作的关系。那这个合作的关系，从某个角度来讲，呃，这些呃工人他其实也会有比较弹性化的工作。那他只要够努力的话，他也赚的钱就会更多。可是从某个 角度来讲，呃，这些老板他其实是可以减少了刚刚谈到的，包括劳保、健保、劳退这些相关应该要负的责任。哎，说实在，这感觉也没什么不好啊，不是吗？对很多人来讲，这感觉是一个相得益彰的这一种模式，不是吗？嗯，看起来好像是，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理解说，实际上并不是说，呃，要怎么讲呢？就是这一些这一些节省。 嗯，我要我要怎么讲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这这这中间有一个吊诡。当然，对于老板来说这是好的，嗯、但是我们如果可以理解说，呃，为什么这一些资本家可以可以把所有的成本外包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嗯、它来自于说，呃，整个。 整个政府政策，各国的政府政策的某一种松绑，也就是说，它卸脱了某一种资本家应该负的责任。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吊诡点是，是我们主流的理解来说，会觉得说，如果今天资本家或是公司不这么做的话，公司会倒。<对>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而是说，如果公司不这么做的话，嗯、<哼>他没办法再赚更多钱。 嗯，所以也就会又会回到、嗯、呃马克思主义那种那种概念，也就是说，呃那个生产生产过程，它可能拿到拿拿取了更多呃工人劳动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剩余价值，嗯、所以。嗯 这个这个概念其实蛮吊诡，那那个吊诡之处在于说，我如果回到了我们谈的八零年代那样的一个八零年代七八零年代九零代那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就是说当所有的制造业外逃全球呃整个产业全球化的那个过程当中，这些制造业到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亚洲国家的时候，来节省了这一些资本家或是企业的成本。那但是你大概可以看到的是，反过头来看的是。 在当地的某一种呃制造业的萎缩，或者是工作机会的萎缩，这件事情，它其实是。 呃，他又回过头来变成是整个社会的成本，或者是政府的成本。那当然，政府他就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卸脱掉。那你也会看到的是那种所谓的福利国家政策，它怎么样逐渐衰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它其实看起来好像是得利，但是实际上是隐藏在背后的成本是整个社会都要去承担。那也会变成是说，你大概可以看到两千年以来。 包括说像是呃呃华尔街的那种呃百分之九十九的那个革命，华尔街华尔、mm hmm. 街呃阿 Q 牌华尔街这件事情、mm hmm. 等等的，它大概就是反映出你大概让这些资本家完全都没有被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最后你你会发现说哦。呃 大大多数的利益都是由资本家所所夺取，而实际上的那种公共的福利政策等等的，它其实都被萎缩掉，其他人都无法得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某个程度上，平台的所谓所说的那个共享经济，或是某一种经济的进行，呃呃运作的形式，它有一点点类似像这样的状况。但是现在可能，呃，我们看到一点点隐忧，但是还没有足够多的人看到这背后的问题。 嗯，这个其实如果连接到另外的两本书，就是例如说，呃，成功的反思，或是经营体制的陷阱，它其实都会谈到一个概念，就是。 呃，我们要努力的才能够去让自己过得更好的生活。那当这种刚刚谈到这些所谓的成本外部化的时候，就是把很多的这个应该要有的国家的责任，或者是这些呃老板的责任、雇主的责任，他就会回到这个所谓的员工或者这些老公的身上。那这个再加上，哎、欸，我们要自己努力才能够过更好生活的时候，其实可以更加速了这样的一个责任的分离的这一种情况啊。那当然，回到一个现实来看，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呃。 很多人在谈这样的一个书的时候，在谈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是，就说啊，这就反正打倒不了，就打倒外了的资本主义，在线上可能就根本就不可能嘛，哈。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不是可能是一个另外一个非常复杂庞大的问题？那也不会在短时间它就会有可能或不可能结果。可是我觉得很重要一个部分就是你要了解这样的系统是怎么运作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知识的一个力量或者知识的最起码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可以去了解它怎么运作，我们再来决定我们要怎么样去过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 还还蛮重要的一个对知识本身的认识哦。可是回到这一本书哦，就是我也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本书其实上也在谈资本主义。那他在讲到所谓的平台资本主义的时候，这个平台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其实刚刚有谈到的，只有例如说可能会有些外包化等等哦。那除了这些之外，这种平台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跟过去的这种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有什么不一样呢？ 嗯，好，我我觉得基本上平台资本主义它有一个非常呃比较比较不一样的特质，包括说呃包括说呃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我先从平台平台是什么来来谈起，嗯、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说呃平台嗯平台跟过去的网网页或网站非非常不一样，它看起来像是可以让不同的。 呃，两个或是两个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群组能够互动的一个基础建设，所以会回到像刚刚关老师所提到，就是说基本上他也是投资了非常多，建制了一个平台，<对>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这上面互动，并且用起来更方便。举例来说，像是微软的视窗系统。 它就算是一个平台，以至于说我今天要下载各式各样的软体，是 fit 到这个平台上面。你在这个平台上面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软体开发商，然后用户可以透过这个微软的系统来进行使用，又或者是像是 Apple 的那个 App Store，就是说它建置了一个这样的呃一个 App 的商店，或者说一个界面平台，以至于各式各样的 App。 呃，在设计的时候是汇集到这个平台上面，所以所有各式各样这个 Apple 的用户，他可以在这个 App Store 上面下载他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但是你会发现，说平台这样子用看起来非常方便，没错，我们也觉得非常方便，但它有一些很特殊的呃，很特殊的效应。 举例来说，呃，平台呢，它非常依赖某一种网网络的效应，也就是说，嗯、呃，平台的用户越多的话，这个平台对于其他人就越有价值，也就是说，用户越多越有价值。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嗯、举例来说，你今天不会去加入一个。 呃，如果你的所有的好朋友都在都在 Facebook 的话，你就会想要加入 Facebook，因为你在那边可以找到朋友，或它比较好用。或者是说，像是 Google 的呃搜寻系统，当越多人用它的时候，它的演算法的搜寻方式会会越精准，那你会觉得越好用，你就不会用阿鲁阿鲁搜寻，或者是阿鲁的社群媒体，因为上面没有你要的人。所以你会发现说，这样有一个循环，也就是说，更多的用户会生产。 在更多的用户，然后这会让平台有一种自然垄断的倾向，嗯、<哼>那这也会让平台更极力去触及这些所有使用者的各种活动，而获得更多的数据。所以数据看起来，它会是在平台资本主义当中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燃料，也就是说，当我们越多人在这边生产了各式各样的数据，嗯、包括你跟别人讨聊天的数据，你选择了购买什么东西的数据，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数位足迹，都会成为这个平台，呃、越来越强，并且垄断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也,也是说，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在做市场调查。你的意思是這樣呃，是没错，嗯、是没错，嗯、而且他可能会听到我们一直在讲他坏话，啊、是吗？无所谓，<laughs> 反正我们有听，他就赚到了。 对，然后我再接下来继续讲平台，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特征，嗯、就是说它是经常交叉补贴的，所以对于我们一般使用者来说。嗯嗯嗯 我不觉得平台有什么不好啊，因为我免费使用啊，Google、<Yeah. S 1> Google 那个 Gmail 我也免费使用，呃，脸书我也免费使用，赖我也免费使用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在平台发展的初期，它会用免费的方式能够吸引越多的用户来使用越好，但是它不可能靠这个为生，所以它靠什么为生？它对于我们来说是免费，但是这个时候，当这个平台有足够多的用户并且有价值的时候，呃，广告主。 你这个时候，你想要买我们这一群人的资料，你想要对我们下广告，哇，那你要花钱，而且要花很大的钱，嗯、因为所有的呃年龄啊、喜好啊、习惯啊、各式各样的资料都在这些平台的时候，嗯、所以你你就要花很大的钱，很大一部很大的这个广告费来来来来。来来来 他给我们这一些 audience，所以他是用这种交叉补贴的方式来吸引呃更多的人。但是你看起来这样好像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其实可能会是一个假平衡。就是、说哦，好像我们不用我们不用付钱，我们使用免费使用这个服务，那是理所当然的、啊。那我我的一些资料给给给他们用也没关系吧？这这对这其实是蛮吊诡的，可以再进一步讨论。嗯,嗯，这这让我想到有一件事情，就是呃。 在早期台湾有线电视发展的过程当中，第四台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种商业的模式哦。这商业模式就是，呃，它的它的常常行销就是一元看一年，你只要花一块钱就可以看第四台一年。那甚至有些地方是你只要看第四台的时候订第四台订一年，他就送你一台电视机。 所以你会发现你，你你根本就是赚到。那为什么这个商业模式它为什么会这样子说？说道理很简单，就是你刚刚谈到有很多，包括 L L B M B，或者是像看到什么 Uber 很多，它其实本身是没有太多的这种所谓的，它除了网络的建设成本之外，它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所谓的员工的成本，这个不是太高嘛？啊，那所以。 当你去用这种方法，哎、欸，好爽哦！就是我今天一元看一年，然后我今天看电视，我今天订第四台给你电视机，然后就开始所有的这个订订户都会集中在某个刚刚谈到的这个厂商之下，就是这个系统业者之下。那隔了一年，他就把这些人卖走了，所以。 他真的很好玩，就是我今天你来这里，对不对？我只要花一万块，然后花一万块之后呢，呃，我给你，你一元看一年，对,不对。然后反正我的那个当时很好玩，他的线路，例如说这家公司可能是在新店，可是他的机房是在三峡英歌，所以他就用一条线把三峡英歌的线拉到新店来，所以他也是没有什么成本，他就只有客服的成本。然后大家就来订啊，因为我我很爽嘛，一元看一年嘛，等等之类。之后我就订完之后呢，隔了一年，我就把一一一户，我可能用两万块钱把你卖掉。 那值钱，应该就是这种概念嘛，对不对？只是以前是实体的人啊，实体的订户，可是现在买的是什么？是资料。对，而且这资料它其实是无时无刻二十四小时它不断不断累积的，而且累积越多，它越有越值钱。然后另外一个有比较有意思的最后一个有关于平台设计，它也是一种刻意要去吸引用户。 聚集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有点不太道德。但是如果我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大家就可以很能够了解我呃，在在像是脸书刚刚初期出现的时候，哇，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用，媒体也觉得非常好用，NGO 组织也觉得非常好用，因为哇，它好像很容易触及到人。那你大概可以想象的是呃，脸书在初期的时候，那演算法是友善的不得了，你 post 什么就是一大堆人来看、嗯、，post 什么都是一大堆人来看，好像互动率也很好。所以你会发现说，它一开始利用了平台的某种。 这种特质吸引了很多人来使用。我们是一般的使用者，但是还有一些是内容的提供者，他也来依赖这个平台，嗯、因为他发现说，哇，平台帮他聚集了这么多呃乐听人，所以他来这边用。但是你会发现说。 所有的规则都是由他定的。你我们、嗯、我们我们如果作为使用者，可能不太那么容易感受到规则转变。但是对于平台上是内容使用呃内容提供者的那一方的话，他感受非常强烈。特别是新闻媒体，在二零一八年呃，脸书大幅度的改变那个演算法之后，哇，所有的媒体都哇哇叫。过去的那一种呃贴文或者是呃呈现内容的方式。 一瞬一夜之间，就是你再也都不被看到了。你必须要去想说，哎，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被看到？所以就搞得大家非常焦虑。那你也会看到说，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它怎么样去吸引你，并且让你看到可能你以为足够丰富多元的东西，但实际上背后的演算法让你看到的可能是猫猫狗狗的新闻多过于呃其他的讨论。对，嗯。 这这我可以有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是是大家也知道我以前，我现在其实也有，就是灿烂时光会客室嘛。然后那个那个节目其实呃在早期是直播，直播呢它其实有一度的上线的人数是数百人，要甚至到过一千人。我想说天哪，我的节目怎么这么多人看，到他很开心。可是后来呢，有后来过了一阵之后，听说我们开始送奖品了，开始送书了，然后它就是一种非自然的这一种呃转换的模式，然后它整个演算法开始改变我们的节目收视率哦、呃、不是我们的。 呃，同同步收看的人数大概只剩下十个人。我想说，天哪，这个也也降的太快，降的太夸张。所以这也是我自己想到一个方法，那干脆来做 podcast 啊。我们用 RSS 的功能，我们直接用这种订阅的方式，也许可以稍微的逃脱这个脸书对我们的影响或是控制吧。嗯，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比较有意思的是，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平台它的。 它的逻辑是非常动态，它并不是一开始怎么样到现在是怎么样，而你会发现说，它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呃，所展现出来的演算法也好，或者是规则，我们看起来好像那规则没有变动，但它不断的变动，而且最、嗯、最可恶的，我这样讲哈，我个人的想法，最可恶的是它的变动，它跟你没有，它没有义务要跟你讲说它要这样变动或是怎么变动，你们之间没有缔结某一种关系，以至于。 所有的规则就是随着他玩，你你只能随着他的规则玩。如果你不随着他的规则玩的话，呃，就会，特别是对于内容提供者来说，或者新闻媒体，呃，他会有很大的强制力。如果我不玩，那这块这块东西就要被别人叼走。所以你就越来越循着这个平台的规则，一直想要，呃，从中获得可能的获利。但是其实它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灾难或者是利益吧，对，嗯嗯嗯。所以除了你刚刚谈到这种资本主义的形态在平台当中不一样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不同的做法呢？嗯，呃，我觉得我我觉得还还是有蛮多的，包括举例来说，呃，如果我们看到的是，嗯。 举例来说，我我我回到刚刚刚刚刚刚讲到的两个两个例子好了，包括说像 Airbnb 跟跟 Uber，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说这种呃平台，特别是共享经济带来的某一种呃困境跟灾难，怎么样造成对社会的某一种。 嗯、呃，外部的成本，那那很有意思。包括说像是 A M B m B，你会觉得说哇，太棒了，每个人都可以当房东，然后我大家来这边旅游就住我的房子就好了。但是在荷兰还是在欧洲某一个某一个城市，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就是都没有人愿意把房子呃租给一般的租客，也就是每个月每个月或是每年每年度租的，因为你与其租给一个人一个月。 所得到的这个房租的钱都不如租给一个观光客一个晚上的钱，所以这导致了城市里面的那个住屋的呃那个状态变得很不很不均衡，然后想要住想要租房子的人租不到，但是全部都要租给那些要来巴黎玩要来呃要来阿姆斯特丹玩的这些观光客，所以政府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就去调整了呃 A N B N B 可能在在地的降征，所以你会发现说这看起来这所有的外部成 本,本都 A N B N B 不用吸收，但是你会发现，对于呃当地的某一种呃生态来说，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像 Uber 也是这样的状况，看起来 Uber 非常的方便，但是实际上，呃，我记得在在某一些城市当中，发现说，呃，实测来看，Uber 这种空车率太高的状况，反而导致了呃大都市的某一些时段的呃交通堵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空屋更严重了，嗯、因为大家都在等。嗯 等等等，顾客在哪里？嗯、所以它其实这些外部成本对于 Uber 来说，它都不用不用支付，所以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嗯嗯，OK，这这倒是比较有趣。我们包括刚刚谈到那个住屋，或者是住的权利，或是某种居居住的某种的算保障吗？还是一些基本的需求的满足？看起来是被严重的影响，或者刚刚谈到 Uber 会造成某种的，因为它必须在。 这个街上不断的流动，不断的在刻嘛，所以它不是一个所谓的脚不缴碎的问题，它可能还是包括这个刚刚谈到的这个空屋的问题。我想这它是比较我们会少去关注到的这个面向，关注到这个部分哦。好，那这本书其实在谈所谓的平台资本主义，你刚刚谈说这个平台资本主义其实是超越我们的想象，因为它举了五种的平台资本主义的类型。那可能要请你简单的告诉我们有哪五种，因为我们不能够剧透太多，还是还是可以希望大家能够多看到这一本书。那在。 五种类型大概是哪五种的平台的类型呢？好、呃，我这边很快的，不要剧透太多的讲一下。但我觉得，呃，作者把平台分成这五种类型是一个非常、嗯、非常高明的手段，就是也就是说，让我们不是糊着看说啊，平台就是平台，没有。其实实际上，根据不同类型的平台，它怎么样收益以及造成的各种困难，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那它分成五种，像第一种就是广告广告的平台，嗯、那主要是在。 呃，提取用户的资讯，然后分析资讯，<Okay. S 2> 然后利用这些分析的结果来销售给广告，来销售它的广告空间这样的方式。那我们可以想象的大数据啊，或者是这些算法，<对>这个我常常会知道概念嘛，哈。 对，嗯、然后像是呃 Google 或是脸书，它就是像这样的广告平台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嗯、呃第二种的话呢，是云端平台。那像是比较有名的就是 Amazon 的那个云端服务，也就是说它建置了一个云端的平台系统，然后供供大家来租用。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看到这本书哦，这样就有点剧透。他有提到说。 好，他有提到说，你大概很难想象，亚马逊它大概就是就是一个有点像是有点就是那叫电商平台。你大概想说，它最大的收益应该是电商平台吧？嗯、但是截至二零一六年，这个这个作者所计算出来，大概对于 z o n 来说，它最大的收益居然是云端的呃租赁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是它的最大的收益。嗯、那这看起来。 呃，帮很多公司节省节省力气啊。就是、说不用每一个东公司都建立一个云端平台，那大家就去租阿巴 n 的云端平台来放你的东西就好。但是你要想想看，阿巴 n 它也可以提取你的资料，以至于就是说，它看起来租用让你租用，减少你的不便，但实际上它也可以某个程度上禁用。对，嗯、那第三种的话是工业平台，这他讲的比较少，但它有点类似像是。 呃，物联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Okay. S 1> 也就是说，我很快讲一下。呃，你现在大概想象就是一个工业系统，然后有各种组件，然后呢，有一些有一些你可能要同时，我这我举例了，你可能同时要开五六台机器，然后要有一些产能，但是实际上透过这样的一个工业平台的系统，它可以来判知说。 哪一些组件现在不要开机，哪一些应该开机，哪一些快要磨损了，要及早的修复，以至于会影响到不要影响到后来的产能。所以它其实看起来像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呃一个工业平台系统。但是现在比较对于这个作者来说，他会发现说，大多还是有一些。 制造业的大头，呃，垄断了这一种垄垄断这种技术，或者说他们买断了一些新进的创新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呃工业平台系统，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第四种类型是产品平台，我们大概最常想见的就是像 Spotify 这种，或是 Netflix 这种，就是说你实际上你并不是买个 DVD 或是买一首歌，你是用订阅的方式，嗯、有点像月租费的方式，用租的。 就说你每个月缴一定的钱，那你就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歌，看到各式各样的呃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它把传统的商品概念转化成一种服务，然后收取租金，所以这是第四种。那第五种的话是精益平台，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精益平台，它其实概念就很内向，说所有的成本都就是都要降低，呃呃，各种成本、劳力的成本，然后呢？ 呃，最好都能够外包，然后并且呢，能够非常精准的预测、客制化，呃，顾客所需要的各种服务。那像是经济平台系统，像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比较多的，像 Uber 跟 Airbnb，或者是各种外送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呃，就是经济型平台系统。嗯、那大概就是分成这五种呃不同类型的平台，让我们看到说，实际上这些平台的运作的模式跟收益的模式是非常不同的。 嗯，有些会跟我们生活直接相关，有些可能是跟产业的关联性，可能我们直接的感受是比较少。但是我对其中两个，我觉得很有很有感，一个就刚刚谈到云端平台。 我觉得我我我想现在越来越多人有各式各样的云端的空间，他可能不止一个，像我自己就有两三个，然后我开始要到处的备份，然后你拍照拍的越多，你就开始要各式各样，就发现你这空间不做不够，你也不可能去买更多的硬碟，你也担心硬碟会干嘛干嘛，然后你担心一个云端不够用，你会买了两个，然后云云端一下就满了，你就会又开始再去扩大你的云端。<laughs> 我觉得这个常常在无形当中，你就你就去消费了，那在消费当中就是你所存的东西，它在里面还是可以去做某种的监控。 还是可以去做某种的演算法去了解去做分析。那当然，现在很多云端平台它并没有直接投放广告，你很难保以后它不会因为你的。 资料的储存而去投放广告，或是在其他的用 cookie 的方式，在你的其他的这种呃页面上面去出现跟你有关的广告哦，那另外我觉得是刚刚谈到的这个所谓 s p o t i f y 这一种所谓的产品的平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玩，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呃我们不需要买断，那我们只要付少少的钱，我们就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歌。可是从两个角度来看蛮有趣，就是我们也只有两个耳朵嘛。 然后我们的时间大概就是有限嘛，你能够听到歌的机会，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物理上面的这一种限制。然后这个也时候也是一种长期的，我所谓的长期的这一种所谓的呃付费的方式，所以它可能是慢慢的会产生了一些影响啊。那当然这边还会出现另外一个，例如说产品平台的这个角度来看，从某个角度在早期也会去不断的强调说，这样一个平台出现是有利于这些创作的扩散。 可是实际上面这些创作者在这个平台上面的获利，其实相对也是非常有限的，是吗？嗯、呃，对，的确是我们其实看到了新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特别是前一阵子，如果大家有注意到新闻的话，那个 Spotify 特别在疫情的时候，嗯、当这一些巨星们都没办法举办演唱会。 来获利的时候，哇！突然之间，大家都哇哇叫，就说我：我我怎么在 Spotify 实际上获利？我一年没有没有几块钱美金，我这样怎么活？嗯、所以你会大概可以看到，说 Spotify 这样的分论的方式，会让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创作者来说是呃非常非常不公平的。这是一个。嗯、然后另外也有些研究指出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在讲这种平台化的生产。过去我们想象说，哦，你是一张一张专辑，你做出一张专辑，<对>它是一个作品。 然后来给你听，然后你是一个呃、uh, producer，你做出了一个专辑，嗯、但是现在在平台上，你看起来只是一个 provider，就是我只是一个内容提供者，嗯嗯、而且被分散了。嗯、然后呢，嗯、那个音乐是随机的被听的，嗯、然后你可能很难，你很可能很难过去我们可能会比较耐着性子把歌听完，现在很容易就听了。 听了不喜欢就就切掉就切掉，但是之前有一个 Spotify 的一个计算的方式，让创作者觉得非常不满意，就是说如果一首歌你没有听到超过三十秒，嗯、那那一次也不算，就说他没办法算到分论系统，就是分论已经那么少，结果你听了十秒，先先放副歌就对了。 哦，<laughs> 对，应该对，所以你看，郭老师提到一个重点，所以因为平台这样的一个演算法跟计算机制，它反过头来影响了这些内容提供者或是内容创作者创作的思维，因为你没办法用以前的方式，嗯、你有前面还在那边前奏十几二十秒，嗯、人家已经没耐性了，你要把副歌当成像是前奏一样这样子来设计，所以会变成这样的状况。然后，而且 Sporty 牌它有一个 slogan，就是说哦，我们。 让所有的创作者都有机会，呃，可以发表他的作品。但是他没有提到的是，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够被听到。<Yeah. S 2> 你可能还是最大咖的被听到，或者突然爆红的一首歌被听到。嗯、但大多数的人在平台上面的那个状态，其实是很难被听到的。所以这样也是一个非常、嗯、呃特殊的状况，也它导致了整个文化产业生产的方式也变化了的。嗯，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我我想这个事件这种状况也不是现在才发生了、啊，在。 我我其实以以前以前都在讲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讲说，对所谓的创作者来讲，我们会讲说 content s k e n m 吧，哦，就是内容是王。可是我呃我一直觉得说不是、欸，诶就是 channel，就是通路才是 k e e p 然后这 platform 这种所谓的平台才是 k e e p 呢，因为它会决定的，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们看不到什么。那这个其实在过去可能是一个比较小规模的，但是现在可能是一个大规模。那以前是让你看到不看到，现在呢是你有机会都被看到，可是它的分论模式可能对你来讲可能是不利的一种。 状况对创作的本身，也许他反而是会过得更辛苦啊。当然，不一样的这种呃商模商业的模式也会有不一样的辛苦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呢就会开放这个现场的提问，来给我们的现场的这些朋友们哦、啊。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很欢迎提出。那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有提到说会不会听了两秒钟、三秒钟觉得不好听就走了没有？我们现在一开始的人数跟现在人数是差不多的，好像只有只只有一两位已经不见了。 那没关系，我们就继续的再聊下去哦。好，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都欢迎来跟我们做这个分享跟或者是提问，都非常好哦。好，那我们刚刚其实讲了半天了、哦，就是感觉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 平台或者平台资本主义是一个万恶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呃剥削的，或是非常非常的这种不公平的一种状况。可是说实在的哈，我们不能够去否认这个平台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发展，它是有某种的进步的，是一种有具有便利的啊、哦。那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批判它？为什么还要再去了解这么多呃的东西呢？就是。 这个这个它的好处好像比这个我们感受到好处好像比它带来的缺点，它的缺点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可能是一个比较缓慢的，可能是比较间接的。但是但是那个当下的这种爽感，当下的那种便利，其实就当下去享受就好。为什么还要去批判它？谢谢,谢谢管老师，我其实跟关老师有相同的感受，就是说我也是一个重度的各式各样平台的使用者，而且并并且。 深刻的感受到平台带给我们的各种便利，但是我们其实如果从呃平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呃各式各样的平台，它怎么样可能呃侵犯我们的隐私也好，或者是说收集我们的数据，但是它可能已经有告知我们，就说为了更好的服务品质，嗯、我们将呃适度的使用你的资料，但是它通常是淹没在一个非常长的那个那个使用者。 守则当中，嗯、我们通常一般就是连看都不看就打一。e s,、嗯 <S, 嗯、<S 就化契约是写的非常的复杂的。呃，对对对对，嗯、通常是这样子，然后你也不会太感受到这，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可能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包括说隐私权的议题，然后包括说，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一点点，呃，有关于非典型劳动，然后外包的这个模式。那我觉得对于，呃，我觉得我看这个这这本书这个作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嗯。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嘛，就是说，通常我们大概可以感受到平台对我们作为使用者来说是很多很多好处的，没什么没什么太大坏处。对啊，有时候会投放这个广告。我刚才跟光老师谈到，可能某一张黑胶，他大家就开始跟你丢一些黑胶刷啊或等等之类的一个广告。那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本作者点出来，平台它并不是自然而然生成，而是后面还有一些人在劳动的。 那他点出了这一些劳动外包那个状态，其实是非常不公平、不正义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我们作为使用者来说，使用这个平台的时候，以及平台所传递出来的那种美好、进步、方便的那种主流的意识形态的论述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意识到后面有人在做工这件事情，或者是某一种呃外包劳动的可能造成的一些、呃、困境，这个他都没有谈。特别是我觉得他里面有提到一个那个句子，那个那个例子让我。 嗯、呃，很很痛心吗？很很震撼。他说：“他说 Uber 说他他也说他其实也引用他说，在英国的 Uber 实际上呢，百分之十的 Uber 的司机是来自于呃失业率非常高的社区。那他也承认说，如果在一个经济景气，并且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稳定的、稳定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环境市场的话、嗯、，Uber 这个工作他不会。” 不会被变那么爆红，因为大家都没有工作，嗯、因为大家在一个某一种失业的这个状态下，看起来好像复苏了，经济复苏，大家都开始有工作，了，我都做呃呃那种零工经济等等等等的，但是实际上呃并不是真正的复苏，就是进入到那个工作的系统状态当中，它其实是受到更多剥削的，这是其中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可能要呃同理到。 呃，某一部分的人在受苦这件事情，另外一个部分，嗯、我觉得是我们大多数的人没有感受到的是，我们觉得好像很好用，各式各样资讯好像是我们所需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平台的设计系统，让我们更难，呃，有互相有同理心，或者是能够理解，呃。 更多重要的资讯，也就是说，某一些资讯在这个状态底下，可能制造更多激化对立的言论。特别是我们从二零一六年以来，呃，脸书包括说那个剑桥事件，剑桥事件也好，或者说近年来在各国发生的那种各式各样的极端事件，它其实都是来自于说演算法过激，导致于同温层的效应也好啊，或者是呃，对于新闻媒体的某一种挤缩。现在其实可能，如果你要依赖平台生存的新闻媒体，它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困难，那你看他怎么生存？他就为了要博取你的眼球，他只能放更多的猫狗新闻，或是更多的内容农场的新闻。那他其实都不利于整个民主社会发展。嗯，那但是其实你刚刚谈到 Uber 这件事情，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他好像也去协助了或者减缓那个失业的这个问题哦，他好像也没有那么坏、哦。那刚好这个你刚刚讲的部分，刚好有一位 一位朋友他留言哦，这个朋友诶、欸、有点感人，就是妮娜，就是看起来都有在听我们的节目。<laughs> 他说想问管老师，在参赛时光会客室里面有访问过平台的外送员哈、哦，那当时的外送员代表的立场好像也比较支持比较弹性的工作，即使没有劳健保和退休。 呃，这个这个退休的保障，好、哦，好像也没有关系。不知道呃，管老师看完这本书之后，有没有对外送员劳动条件有什么新的想法？嗯，我等下再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要这个问题也刚好接续呃，惠如老师有提到的这个呃，Uber 的部分。那他的确是减少这个失业的问题，或者是说在疫情当中，事实上大家都过得不太好。但是某种程度你不能够否认，Uber 他提供了这种所谓的。 工作条件，而这工作条件、工作环境也弥补了我们在日常上面的所需。那看起来它也是有些好处的吧？没错，我我承认 Uber 带来某些好处，但呃，长期来看，它对于实实际上长期来看的话，它还是是伤害了某种呃劳动权益。那但是，嗯、对啊，关老师你怎么看呢？如果、哎、把球丢给我，<口>呃、应该这样打。<球>呃。 呃，上次那个来宾其实他就是外送员工会，所以他并没有说我就一定不要劳健保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在争取工会，他们要去成立工会，就是希望。 呃，Uber 这种外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它是可以得到保障的。那这种保障的方法，也许不是现有的劳基法那种保障的方式，它可能会有一些更合适的契约，对于他们的这种劳动条件也好，或是某种的这种所谓的保险也好。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符合劳基法的这种保障，我们可能劳退就不会被提拨，劳退不会被提拨，你之后的这个退休金之后你退休之后领到的钱，它就会减少很多。那当然，你现在可能领了，但是后面可能就没有。 所以，呃，对外送员而言，其实会有蛮大的一批外送员，他们还是希望。 能够有这些保障，只是说这个保障的方法不是目前的劳基法这种好像固定的工时或者是固定的做法，而是有一些更弹性的这种做法。所以，呃，应该讲说，因应新的形态本来就会有新的经济模式，嗯、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在这个新的经济模式的状况底下，该有的保障它不应该是被忽略的，要不然就会出现那种所谓的成本都外部化，嗯、所有东西都是变成是我们去吸收。可是，其实一个公司能不能够成功？ 它其实是跟员工的努力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员工有没有得到一些基本的保障，嗯、会跟他有没有办法好好的努力也是有一些关联性的、哦。这大概是我的看法哦。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位朋友来提问哦。那这位朋友是这个呃。 他提到说：“两位老师好，我想请问蔡老师，这指名就是你，你不要再丢给我了哈。希望请问蔡老师可以就刚才提到的假平衡状态进一步说明吗？就是对使用者而言，对于平台使用体验跟隐私的保护之间，应该要用什么样态度去面对呢？”好，他有说谢谢老师，所以你要讲，你要回答。<laughs> 认真的回答这个问题。好的，我我我觉得，我觉得这可以分成几个几个层面。我觉得今天第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今天透过这个平台，然后来讨论呃这个背后的问题，它它会是第一步，也就是说，我们理解到了呃，实际上平台透过某一种呃没有不算是知会过我们的方式，而且也没有付费给我们，我们作为一种。 呃，素材，然后让平台把这一些数据卖给广告主也好，这样的方式，而且那个卖的方式其实可能不是很合理，这样的方式我们怎么去理解？嗯，第一个，第一个就是理解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第二就是说，呃，我们怎么，我当然有各种串逃的方式。刚刚稍早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关老师有跟我们，我们两个讨稍微讨论一下，我们怎么。 怎么反过来解读平台这件事情？我觉得或许这个假平衡，它的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说，我们不知道这是假平衡，我们觉得说，哎，对啊，我们免费使用了，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东西理当就应该。 给给平台应该还好吧，应该没关系吧。只是我一点点资料有什么关系？不会造成大碍啦。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说所有的资料全部汇集起来，哇，它有多值钱。所以对于不同的学者来说，像是对于 z i m b o r olf, 他在《监控资本主义》里面，他就也有提到一些论点，包括说，哎<对>、欸，好啊，你你把我当成材料这样子用，那你你你应该要付钱啊。 你你是怎么卖的？你不能所有的钱都是在你平台手上，这样太不公平了吧？你等于是没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收集了我的资料，分析了我的资料，然后还把资料给别人。所以，呃，前一阵子应该不是不止前一阵子，当当呃，脸书或是 Google 这样的一个事件越烧越旺，或者是说大家逐渐影响到，逐渐意识到说这个不是单纯的。 平台呃，平台给我们方便而已，它已经垄断了整个广告市场了，整个整个世界已经有点在变化了。呃，有一些人强调说，那你要还我还我的还还给我的资料权，我有权把我的资料全部拿回来，嗯、你没有权利再禁用它。所以也有也有在打这样的官司，然后更不用说，我觉得最近在欧洲。 然后欧盟也好，或者是澳洲，他们在讨论说，哎，这样子很不公平，这样我们新闻业快活不下去了，或者说，哎，平台这样的话，中小企业都活不下去了，地方企业都活不下去，哎，平台这样子大大举入侵到呃各地，但是半毛钱税都不用付因为它没有落地，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状况，呃，公权力或者是政策怎么样介入去。 管制平台，或是要求平台应该要负相对应的社会责任，或者是各种可能的讨论方式。我觉得是我们过去很少有这种讨论这个议题的可能。就说，哎、欸，那这是我的，我这是我的，我的资料啊，我要拿回来，你怎么可以用我的资料？如果有比较多的人可以想到这一件事情的话，它或许可以变成一个可能的议题。但是，嗯，因为我们直接去。 接收资讯方式都在平台，所以平台不会丢这个资料、丢这个讯息，让你知道说哦，你要去对平台有警戒心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呃，对平台有警戒心，并且去理解，这是我们的某一种数位人权，并应该要夺回这一个思考的路径是可以的，但是不一定说、嗯、全部都一定要这样子。嗯、王老师呢，<laughs> 又丢回去了，又又、嗯嗯呃呃，其实，呃，二零二。 二二零二零年还是二一年的时候，应该是二零年，美国有一个法案叫做《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这个，这这个是在二零二零年一月实施哈。那这个法案很有趣，它会要求企业必须向加州的居民揭露如何使用消费者的个人资料，然后呢，民众也可以有权要求企业不得销售资料，甚至要去删除自己的个资。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模式啦，就是所谓的政府他去做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法案的制定，那因为。 呃，你在这里做生意嘛，对不对？那你在这里社会意本来就有它的规则的存在。那这个也包括其实呃企业之间的，例如说苹果它的隐私权法案，或者是你要去使用 cookie 的时候，你必须要你自己要按统一，而不是随便的就 cookie 让别人使用。所以有些是企业它可以去做这种自律，这个自律当然企业的自律，我觉得常常来来自于这个消费者或是一些使用者的一些反应，他会觉得他自己隐私权受到伤害。那这个如果反应够大的话，这个消呃这个企业它可能就会因此而有一些调。 整了，我们看到苹果它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一种状况，这样一种例子哦。那另外是我刚刚谈到政府的怎么去介入这件事情，就是好，那我就制定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你要去卖这些资料的话，你要跟大家讲，或者说你的资料怎么去使用。那我印象里面还有些国家，他会去要求，刚刚谈到这个所谓定型化契约的时候，他会要求你要写的很简白。 你要写的很清楚，而不写了一大堆非常复杂，然后大家看不懂的这个所谓的专有的名词、专有的字眼哦。所以这个其实呃，当然一部分刚刚朋友提问的是我们能不能自己怎么做？我觉得自己要怎么做，其实是。 比较难的，因为呃，我我先讲一下，就是一个是政府它可以怎么做，或是我们可以透过集体的方式，希望这些厂商跟我们去定一个，或是慢慢制定出一些规则出来。那我刚刚举的两个例子，其实都是一个目前看起来都还是可以在运作。至少如果你是用苹果的东西的话，你的 cookie 你可以自己做某种程度的这种决定嘛，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呃，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平台的使用，或者这种所谓的比较。 高科技的东西，它其实会带给我们便利，然后会带给我们呃酷炫感。就是你在他可能会让你填一些资料，但是他也告诉你说这个资料我要怎么用哦。那但是你还是说啊无所谓，因为我就要觉得很方便，然后我就要马上用，我这样才能够跟得上时代。我觉得那个是最难的，嗯、就是所有人都在上面的时候你不上来，嗯、那其实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是跟不上。 所以，例如说，呃，没有手机人在世界上面应该已经很少很少很少好，那或者是说，呃，没有使用，然、啊、后你没有使用 Line 哦，你没有使用脸书，你没有使用 IG，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你怎么怪怪的？你是山顶洞人吗之类的？我觉得有时候是那种所谓的压力也好，或是那种期望也好，会使得我们在使用这些事情的时候，很自然的它就会跑出来。 OK，很自然就会去跑出来去，去、嗯、去加它，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面的，呃，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不该用，或是愿不愿意把那个规则看清楚，或是政府能不能够去做某种的这种该有的规范，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啊、哦。嗯，好，那呃这边有两个。 朋友提问，一个是挂号闲聊，那我们先来聊一下好了。觉得政府应该思考这些平台当中应该要扮演的角色跟功能哈，感觉大多时候都是落后的，好像是应该是讲政府都是落后的，民众对这个部分的教育知识跟教育也较为贫乏哈。好，那另外一个是呃郑一墨。 他提到说，呃，想请问，刚刚在讨论时是什么？呃，为什么是以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去解释平台的负面影响呢？在我的理解上面，平台与共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模式是有差异的。OK，好，那蔡老师针对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一个回答？嗯，好，我我来看一下、哦。我觉得，呃，对我，我觉得可能，我觉得不一定是说落后，而是说。 我觉得大家，嗯，我觉得那个落后落后那个概念比较像是说，因为大家没有谈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个、嗯、有一个塑造成一个风氛围，就是说这些平台很棒，然后用这些东西也很棒，然后我们也的确也觉得很棒，然后也有一种好像它是一种创新的，因为你讲到细骨，你就觉得哇，在书里面有提到那种非常那种 California ideology，就是那种。 屁股意识形态哇，就是那种创新的，然后可以赚钱的那种，呃，最最最酷炫的企业，然后最顶尖的人才都在那边做这样的事情，嗯、他们不会做危害我们的事情。但是如果回到一个系统当中，大家想说，哦，他们也是企业，他们也要赚钱，他们也希望能够垄断市场，然后成为是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企业的那个过程当中，你要我们可能还要在思考。我觉得我们可能有一些讨论，包括说假新闻或是假讯息，在这几年来。 呃，可能有比较比较完整的讨论但是我觉得接下来除了内容以外，你要再去想说是什么样的平台结构呈现了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是不是少看了哪些内容？那那个结构的影响，它就会变成是我们可以在进口，但它也会是很难讨论。我觉得也是这本书很值得一看的原因，它大概。 解释了某一种结构的问题，然后这边一默的问题啊，我、嗯、我觉得老实说，如果对于说我们是使用共享经济的使用者啊，我觉得是好处是蛮多的，就说你会感受到各式各样的便利。但我觉得对于这个作者来说，他想要提醒他，其实我觉得他也不是反对共享经济。我必须承认，我以前用蛮多 Airbnb 的，然后大家也很很喜欢用用用这个 Uber 啊，或是用什么来订餐，它非常方便。 但是他可能要提到的是某一种平台后面的这一些工人可能被剥削的状况。那当然剛剛，刚刚、嗯、呃，那个管老师有提到说，哎、欸，其实实际上不一定大家都那么讨厌平台上的这种共享经济的工作模式。对，的确没错。但是你我们也会看到，实际上这些呃共享经济平台从一开始。 国内外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呃抗议是有的，然后争取工作权益是有的，然后包括说呃这些平台怎么样透过调整演算法，让你越来越难赚到这个工资这件事情的讨论也是有的。那这些讨论可能某个程度上都能够促使这种共享经济的平台，它能够比较合理一点，它能够比较能够回应到。 这种当代的新的劳动形式，那当然，在其他学者他们会讨论说这是一种脆弱的、脆弱又危险的生活模式。然后我觉得啊，我刚忘记回应管老师，也可可能这个回应也可以回应一莫，就是说，现在如果有各式各样像这样子的零工经济或者共享经济的新的工作模式的话，某个程度上，呃，政策劳动的各种政策，它应该要调整，它不是把这一些。 非正式牢固关系的这一群工人排除在外。实际上，这一群人是非常危险。然后，并且，呃，可能像好好的哦，工作赚到钱都没事。但是，实际上，如果遇到各式各样状况的时候，劳基法或者是劳动政策没办法保障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变得非常危险。所以，是不是呃相关的政策要调整，以及对于像这样的呃共享经济平台的公司，呃，应该要。 让他们多负一点责任，而不是就是说，哦，这样很好啊，节省成本啊。那你我们你是一个独立的包商，所以你拿些？ 发生意外的话跟我没关系，你要责任自负，因为我也给你很高的工资，这样的关系可能也不太对。所以怎么样？同时在呃政策上面，或者是企业的责任上面，有一些更多的调整，它或许是能够让共享经济这样的概念能够走得更长远。那这也会是我猜，也会是作者所希望看到，也就是说，看到平台背后受到剥削工人的这样某一种状态等等的。对，以上。嗯，好，这边有一个还蛮。 蛮好的一个问题哦，这里提到说，呃，各位老师好，目前听下来，大数据平台并没有告知劳工或者是说阅听者、哦，我们正在劳动，使我们成为免费的劳工。然而，这些平台也提供的内容以及服务。 倘若民众要要求企业不得根据数位面包屑的方式来获利，那平台是不是只能向使用者呃来要求付费才能够顺利经营下去呢？呃，可事实也是。 确也是啊，那使用者并不习惯要用这些付呃服务付费，因而觉得不如就给他数位面包屑吧。那使得即使有各种学者都揭露了这些平台的不对等的劳资运作方式，呃，可如今改善的程度仍然是不起眼的，甚至政府要立法。 保障民众也却也害怕要付费而反对这样的一种改革，最后想要请问老师哦，平台获利模式除了剥削使用者的数据之外，还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吗？哇，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诶、欸、对，就是呃，我们也是一种甘愿。 就是甘愿要去付这个费用，因为啊，不是甘甘愿被被被卖掉嘛，对不对？因为啊，你又没有付钱，好，那当然你觉得呃被卖掉一点没有关系，可是蔡老师刚刚讲说，整个加起来是很多，那所以这好像是一个不得不的这种方式，那。 就好像我觉得这这个也，我觉得这不是什么新的道理啦、啊。有线电视要推分组付费，呃，这个也是推了一二十年、二三十年。那只要说要分组付费的时候，使用者付费的概念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消费者他们就呃不愿意嘛。所以我今天其实也去开了一个跟有线电视的会议，那些业者说我们想推啊，可是消费者就不会想要用这种方式来买啊，他可能就转到别的平台，那我要怎么办哈？所以那个获利的模式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呢？ 超难的吧，这个题目。<laughs> 这个嗯，非常困难，但嗯，对，但是对这个问题太困难了。<laughs> 我们要草草结束这一场。<對><對>没有没有，我们要草草结束 <laughs> 我。我们要吵吵 <laughs> 我们要草草结束。<laughs> 嗯。 嗯，那我我我觉得对，呃，刚刚我们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是是说我们我们我们是在劳动，然后有点像是之前那个呃乐听人商品的概念，就是我们好像被平台卖给了广告主。那但是，对，那但是其实这个概念，呃，对于对我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来想象，就是说，呃，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呃。 我觉得，我我想看要怎么讲，就是说，嗯，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是说我们在劳动，因为你实际上我们在使用平台的时候，你也感觉到很很快乐，然后你发给朋友的讯息，那也不算是劳动，然后它有点有点缺乏了那种劳动的劳动的概念，那但是我觉得。 这个过程，他把我们当成刚刚刚刚这位这位朋友有提到说数位面包屑啊这些概念，我觉得他不一定是说变成说我们要付费这件事情，呃，但是我觉得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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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尴尬的症结点或是那矛盾点在于说，他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讲过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我觉得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事情的严重性的话，嗯、或是后果的话。 呃，我我不相信，可能有些人可能呃可能会付费，或是用其他的方式要求平台不应该这么做，或者说它的获利模式应该要调整，或者是说呃应该要有一个公共的平台。假如说平台现在看起来，我们都以为平台是一个公共的网络空间，好像是是很公共，但实际上不是啊，它后面就是资本家垄断啊。 那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东西，嗯、然后他用我们东西赚了那么多钱，而且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他赚了很多钱，从我们身上赚了很多钱。所以，我的意思是，至少他要揭露，至少要告知。虽然感觉学者很多人在讨论，但是还不是普遍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样，嗯、而且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说那只是一个面包屑，嗯，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大的罗宋面包或者是一个长棍面包，它是一个、嗯。 一个有价的财产，但是他却这样子使用。嗯、我觉得他透过使举例来说，Google 其实也透过了租租那个云端。刚刚关老师说他买了很多个云端嘛，就是有租用，嗯、他也透过这样子在盈利。我觉得 OK 啊，他也卖手机啊，他有提供各种服务要收费，我觉得这样是 OK。但是实际上，透过我们的资料然后卖给广告主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吗？嗯。嗯 这个值得再进一步谈。那现在也很多人觉得不合理，以及不仅是我们这样子想，而是内容提供者在开始群起抗议了。嗯嗯、我觉得，即便我们这样想，对不对？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那就算，但是对于内容提供者来说，他们又要提供内容，在你在。 在在平台上面看，但他实际上都没有赚到三毛钱的时候，嗯、他就会觉得说，哎、嗯欸，这样不太公平啊，我都没有赚到钱呢。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嗯、因为你大概想象，平台上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行动者，当不同的行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并且能够集结讨论的时候，那有可能可以扭转。那当然，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当然是损害最少，用的啊，用的很方便啊。 没有没有感觉到什么的，嗯嗯、但是对于其他的来说，它或许是可能触动某一种改变，或者说不一样论述的声音。那我觉得现在正是这个时节点，嗯、呃，大概现在我跟你讲，各种平台都被告的惨兮兮的，然后一大堆罚款。那这一些新的状态都有可能促使平台再回过头来想说，哎，这样使用可能。 要调整了，不应该要这样子用，嗯、要换一个新的方式用，嗯嗯、不知会越用越坏，但是 anyway 可能是一个新的讨论点这样子。嗯，不过我觉得的确，刚刚我刚刚举到了一些例子，的确我们看到这些平台是有在做调整哦，就是呃消费者的一些反应，或者在不断的揭露的过程当中，它会有它自己的调整。那这个调整其实，嗯，是不是一定会？ 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我觉得未必，因为他自己也要考虑他要不要活下去。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资本是灵活的，说不定他会找到一个呃，大家都会更可以更好的方式啊。理想上就是说，他不见得会转到这边，也许他会找到其他的来源或其他的获利模式。可是他的获利模式，当然他可能要更细致的去做不同的分类讨论，因为刚刚谈到了五种不同的平台的类型啊，五种不同平台资本主义的类型，有些可能是消费者要去自觉，有些可能是国家可以去做某种的介入，或者是有些。 因为它不是直接的去啊、呃，应该让国家帮我介入，不是你直接去说你要去收钱或者不收钱，而可能是这个系统上面的建制，政府它就可以做某种的介入哦。那其实这本书的作者他最后一章其实没有写很多，但他提出了某种的解法。这个解法当然、哦、我觉得他谈的不够多，也有很多更要再去理清的地方。但是他其实也许可以回应刚刚朋友提出来的，那有其他的可能性吗？就是我们也许。 不见得是一个获利的模式，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它可以使用的更更安全，或者是使用的更更更这种呃垄断是会被打破。例如说更安全，刚刚刚谈到的这个隐私，或是过程要揭露，或是你要你可以去要求自己的隐私不被卖掉等等哦。那会罗也许可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最后这个作者在最后面提到的一些国家怎么样去介入做一种他被称之为叫做公共平台的这种概念。 嗯，呃，我对我我我也跟关老师的想法一样，就是说他其实提到一点点，但是并没有完全的提。不过这或许是一个呃一个可能的思考点，也就是所谓的公共平台，包括说现在我们看到这样的商业平台垄断的状况，呃。 呃，有一些学者或是政治中开始提出那种反垄断法、托拉斯法，怎么样拆分这些平台，让它不至于垄断这个整个平台的市场。那又或者是说，呃，透过像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比较像是共享经济的精益平台的那个概念，怎么样用地方的法规禁止这种剥削的行为？所以你会发现说，对峙，因为这个作者很精细的分出了五种不同平台的类型，所以根据这五种。 平台不同的类型，它有一些不同的呃政策手段可以来处理。那我我觉得，我觉得比较好玩是这个里面没有提到，就是说，包括说你会看到呃从去年一直炒到现在的那个澳洲的那个新闻的溢价法，它其实就是某个程度上，因为新闻在这个平台上面。 它越来越萎缩，然后原本是属于新闻的广告市场也越来越萎缩，以至于国家出来去要调整这个新闻业跟平台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更不用说在欧盟所提出来的一些新的数位服务法，它就是要对峙这样子的大的平台、巨型平台怎么样影响到了当地的各式各样的中小企业，或者是。 呃，个人的隐私权，所以呃，如果朋友们，呃，线上朋友们，如果你 Google 一下的话，大概最近有很多啊，马上看，马上 Google 已经变成一个动词，你 Google 一下，你如果上去搜寻一下，大家会看到说这几周的新闻包括说脸书它保护呃用户的个资没有没有，反正它就是泄露个资啦，所以被罚了八十五亿美金啊，然后它累计要缴了。 哇，这真的缴得出来吗？三百多亿的罚款啊，等等的。所以，针对了针对隐私权、个人的隐私权，针对对于地方市场的影响，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一些国家或者是组织都开始提出了这种这种对应的措施。那这可能是一个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公共平台有一个概念，有点类似，像是我觉得有可能，但我在想说有没有那种，这真的非常想象的，就是说那种。 公共的、公开的演算法，就说今天这个演算法概念不是由你所操持的，它应该要有被看到。我要知道说，为什么我今天刚今天起，管管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我为什么会被推送这一则东西？我可以选择我不要被推送这样子的东西。呃，他当他都有一个规则跟公开。 公共的某一种类公共的形式的时候，或许可以扭转，但是你会发现说，这就是他赚钱的工具啊，那要怎么办呢？对啊，所以这个努力怎么会告诉你了？所以我们就是要用法律，就是要把它给，<laughs> 就把揭开，<laughs> 一定要把它揭开，因为它垄断这个市场啦、啊，就实际上显然是不太合理的。而且其实这些都不论的话，你大概可以想象说，现在大多现在的创新创新企业越来越少，为什么？它大概要开始茁壮的同时，就马上就被。 被踢出市场，不然就是被买走。所以你会发现，说那个垄断越集中的话，嗯、它其实有点类似像类威权国家、类威权世界那种感觉，非常可怕。就那种整个监控，无论是商业的或是政治上的监控。但是大家现在不太、不太感觉到，有点像温水煮青蛙的那种感觉。所以的确是，它也会变成是一个呃不太容易跟大家沟通的问题。也会回到前面有几位朋友也问到问题，说：“哎、欸，我们好像对于这个想法比较。” 比较晚，然后我们怎么去跟大众沟通这个议题，它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困难的，但是持续的做，对。OK，好，非常谢谢慧茹老师来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呃，我们每次谈这个，其实也每次、就是，只要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读书会的时间都。 铁定是超时哦。原本我们待一个小时，大家都会再延长个二十分钟左右。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大家也都蛮辛苦、蛮累的、哦。我在你可能在读书、在上课或者在工作，你还在参加这个线上读书会，非常谢谢大家来来参与哦，来跟我们一起做讨论，也分享的你的观点。好，那再次谢谢慧茹老师哦。那我们下次的这个呃这个周三读书会《资讯社会中的暴力与突围》呢，我们要谈的是另外一种暴力，就是我刚。 刚一开始提到所谓的数位性暴力的这样的一个在数位时代出现的一种暴力的形态，它虽然性暴力虽然不是一个新的形态，可是在数位时代它可能会有新的样貌，或是新的让。 这个社会产生更大压力，人可能会更受伤的一种模式哦。所以十二月二十一号，我们要来谈这本书，叫做《你已登录 N 号房》。与谈的人是呃，政治大学新闻系的方念轩方老师，他是一个网络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个呃，这种非常关心性别议题的一位学者跟实践者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惠茹老师，也非常谢谢大家的这个在线上跟我们一起来讨论。那我们十二月二十一号。 再见，那也欢迎大家来订阅《灿烂时光会客室》跟《公民行动影记录资料库》相关的讯息。那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